这次的疫情真的是太残酷了，太残酷。没有了舞台，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了。64岁的杨丽萍含泪宣布舞团解散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在某音上演现实版 BOSS 直聘。截止目前为止，他已经相中了男女舞蹈演员各一名，被选中的两位幸运儿也分别都给出了回应，或许他们的人生将会从此发生变化。而说到杨丽萍的接班人，想必大家都还记得当年在春晚舞台上一转成名的小彩旗。提到自己和小彩旗的关系时，杨丽萍形容说很复杂。其实小彩旗得叫杨丽萍一声姨妈，她的母亲是一名画家，用杨丽萍的话来说，画家妹妹爱自由，在小彩旗只有1岁多的时候就把她丢给了自己的姐姐。她是我妹妹的女儿，因为我妹妹她把这孩子就扔在我这，从小就大概1岁左右就扔在我这里了。不得不说，杨丽萍姐妹俩都不受传统家庭观念的束缚。接受小彩旗之后，杨丽萍也没有怎么对她进行传统教育，小彩旗就没怎么上过学，是在家里接受私塾式教育长大的。不过1岁多的时候，小彩旗就已经展露出非凡的舞蹈天赋，4岁起更是能跟着杨丽萍完成大大小小的公开演出，这也让杨丽萍对她寄予了几分厚望。2014年，冯小刚找到杨丽萍商量筹备春晚节目的事情，杨丽萍顺势把14岁的小彩旗推到了公众面前。和姨妈一样，小彩旗通过春晚舞台一夜之间红遍全国。在那之后，杨丽萍也热衷于在上节目的时候把小彩旗带在身边，这样做的目的无疑也是帮助小外甥女增加曝光。然而在曝光率这方面，小彩旗似乎有自己的独特方式，和大叔早恋、签约演艺公司、拍电视剧、上综艺节目。小彩旗更多的时间不是像杨丽萍一样花在练功房里，而是在娱乐圈蹦跶。被问到想不想成为姨妈的接班人时，小彩旗的回答是顺其自然。你长大之后想不想成为像姨妈这样的人？顺其自然吧，活在当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责任太大，还是时代变了，小彩旗想走的是另一条路。而杨丽萍也曾经说过，自己和小彩旗不是大众认为的师生关系。那我觉得我对彩旗不是这个师生关系，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生命。在他看来，小彩旗是一个个体的生命，他的人生不是自己能掌控的。这究竟是豁达还是看开，也许只有杨丽萍自己知道了。我自己觉得这段舞非常好，而且他们跳得非常好。那您就给票不就完事了，您给票我不给票就完事了，简单。我喜欢这段舞，怎么了？几年前杨丽萍和金星在武林争霸录制的时候发飙互怼，向来优雅的杨丽萍更是激动到拍桌子。由此可见，在杨丽萍的人生中没有什么比舞蹈更重要。在杨丽萍的现实生活中，她也是沉浸式热爱舞蹈。为了保持身形，杨丽萍30年不吃米饭已经是全国皆知的秘密。曾经有一档访谈节目曝光了她一天的食谱，简直令人叹为观止。说早上一杯盐水，3杯普洱茶，中午一小盒牛肉，一杯鸡汤，2个小苹果，晚餐2个小苹果，一片牛肉。正因如此，2018年已到花甲之年，杨丽萍才能以一张婀娜多姿的背影照对各路少女明星造成降维打击。除了不吃碳水，杨丽萍还有一些常人看来颇为奇葩的饮食习惯。比如说，曾经有人拍摄到她在和朋友聚会时对餐桌上的美食不屑一顾，反而专心吃着一朵玫瑰花的画面。除此之外，杨丽萍还常年留了5厘米的指甲，据说她每年用于保养指甲的费用就高达18万。换成普通人，留这样的长指甲肯定会给生活带来各种不便利，但是杨丽萍却说这样的长指甲已经变成了自己的习惯，吃饭写字都没有问题，像洗澡上厕所之类的事情则有助理在一旁帮忙。房间传言，担任杨丽萍的助理每个月工资就高达2万元。曾几何时，杨丽萍活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典范。人们说她是仙女的时候多少带点隔阂，因为她的生活和普通人实在是太不一样了。但实际上论成长过程，杨丽萍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接地气。家庭并不富裕的杨丽萍作为长女，从小就要帮母亲照顾弟妹，还要下地干各种农活，采蘑菇、割猪草、做草鞋。这些农活杨丽萍做起来都得心应手。在贫瘠的生活中，舞蹈是杨丽萍心目中唯一的一点光亮，这点微光照亮她的路途，让她走出大山，有了今日的成就。经历了这些之后，杨丽萍把舞蹈看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不难理解了。为了舞蹈，她甚至可以牺牲掉俗世里的情爱欢好，
天伦之乐。你被男人伤过心吗？没有，伤不了。你伤过男人的心吗？可能的。1980年，刚刚成为中央民族歌舞团台柱的杨丽萍，经历了第一段婚姻，对方也是一位舞蹈演员。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杨丽萍和他都发现彼此的性格、理想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于是结束了这段关系。此后10年间，杨丽萍一心扑在舞蹈上，终于在1990年，凭借《雀之灵》成为名扬海内外的孔雀公主。杨丽萍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时候，观众席中有一个名叫刘纯晴的华人，正用含情脉脉的眼神看着她。刘纯晴来自宝岛台湾，家世优越，人也有品味，性格又儒雅。那些年杨丽萍演出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终于两个人经介绍后走到了一起，在刘纯晴的牵线搭桥之下，杨丽萍还成了第一个赴台演出的大陆舞蹈家。恋爱5年之后，杨丽萍和刘纯晴在美国举办了盛大的结婚典礼。这时候的杨丽萍已经37岁了。婚后的杨丽萍除了享受爱情的甜蜜，在舞蹈事业上也从未停下脚步。但考验很快到来，某一年春节，公公婆婆对小两口说，希望他们能早点生下孩子，因为两人年纪都不小了。当时的杨丽萍也曾动过生育的心思，可是医院的检查结果表明，因为长期坚持自己的饮食习惯，她的身体并不适合生育，要先进行调养，让自己长胖一点。对于杨丽萍来说，长胖意味着上台后的演出效果会大打折扣，说不定还会因此结束自己的艺术生涯，这是她不能够接受的。杨丽萍深知不能为了自己而剥夺刘纯晴以及她的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的权利，于是她选择了离婚。后来杨丽萍在采访中说道，以前我曾经甜过，但后来我就意识到太甜的东西太腻味。面对部分网友对她无儿无女的奚落，杨丽萍也坦然地表示，有些人的生命是为了传宗接代，有些是享受，有些是体验，有些是旁观，我是生命的旁观者，我来世上就是看一棵树怎么生长，喝水怎么流，白云怎么飘，甘露怎么凝结。大自然不只有一种花，生命也该有不同的活法，不是吗？